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好物。在几个月前呢，我中了 COVID， 所以 COVID 给我的后遗症呢是蛮大的，就是我会比较容易累，然后呢只要稍微环境有点不好呢，我就会很敏感，咳嗽啊、伤风之类的问题就会来找我。所以呢我就服用了这一个产品，然后这个产品呢给我的蛮大的效果，就是我的那个精神那一个方面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累。再来呢就是我的那个敏感，就是伤风咳嗽那一边呢，它已经有帮我大大的减缓了。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增加抵抗力。再来呢就是如果你是担心你会有那种染上这个 COVID 之类的问题的话呢，它其实可以帮你预防，它不是可以帮你去100%你不能中 COVID， 可是它是可以帮你预防到这个问题，让你的免疫力大大的增加。这个产品呢它是一包包粉状的，它是这样子的 OK。 然后呢它一包包粉状呢其实是蛮容易服用的，只要你撕开你倒进嘴巴里面衔着过后你再吞下去就可以了。而且它的粉状是非常的细腻的，很容易去吸收，味道也很好吃，它是百香果的味道，酸酸甜甜很香。如果你是刚好你有中了这个病毒的话呢，在这个期间呢你可以吃一天八包，那么呢它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康复，然后呢快速的帮你 recover 回你身上的细胞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中了 COVID 想要修复回我们体内的细胞的话，推荐你们去购买这个产品来尝试。如果你们有兴趣购买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联络这个商家，谢谢你们。